手中，却也不敢飞得太远。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，我希望你能看得见。就算我偶尔会看完你了路，也知道你在等着我。这篇课文主要说他的伟大发明，他对人类进步的杰出贡献。那如果没有他呀，就不会有电灯，到了晚上我们就麻烦了。他在创造发明时呢，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，失败了100多次才成功。你们这课文呢说的比较简单，爸爸看过专门的书，你知道他在找到现在普通的钨丝做发光物以前，还用过白金、头发丝、兽骨等等。我爸，你用书对我来用久了，来有人要去哄吴青子的话，这等我大喊大叫这个起来，怎么我去哭医生呀？没用啊。好了呢，我不用上台，还不用上字，要是一语啊就唱了出来了。哎，爸爸，我帮你做资料，起来资料你就无了。弄个小区听啥人讲，没用啊。我从我的长家老伯伯给他听的呀。没错，小区前两天资料卖过吗？叫你多少次了，现在把我来找了，哪里有错了？嗯，你去靠谱了，这样嘛，那洗凉天做，走，俺到洗头去回家。对，对呀，这时候都要洗凉没出来。哎，对呀，可到明天来呀，做多了。对呀，等今天来一下，俺把我来，我就有足够的资料背起了。来了。嗯，哎呦哟。对呀，可是搞到黑窝里嘛？哎，我也白白了。我看，可是啥跟搞到黑窝里的窗帘老紧了。
阿拉就要到高档班学里一枪来，这三个是便当哦，一路吃一路吃。这个哪来？快点去啦！哪来的啥？嗯，刚才一个新闻，我把他欺负跪倒，你我看见了。都是你难搞，小弟啊，刚才拐了蛮结棍的，现在来一趟，哎，要躺啥高呀？哎，都是不要躺啊！我晓得呀，晓得呀，真急死你！心惊肉跳，都做一天不来我身边，我一天回太平。哎呀，都不真的没啥问题呀，侬放心好嘞，骨头基本没伤。哎呀，拖拖拉拉的，上次我们露天他们铺好了吗？是啊，隔礼拜是个要求嘛，侬晓得的呀。不过啊，我今朝打电话拨侬啊，告诉侬一个好消息，多多的护照。办出来了，真的，小子，再准备准备，前两日就好到美林馆去办签证了。哎呦，这签证都是要亲自签的，已经瞒不了小娇了，只好等伊放命了咯。这个侬不要担心，哈，小娇这个木兄还带着头忙着回来嘞。这要是抢命了，伊要办签证哪能办法了？你反对有啥用啊？护照在我手里向，我想去办签证就办签证，他有啥办法？哦，飞机票啊，侬先不要去延期哦，等签证出来之后再做决定。老天保佑，快点让多多签出来。还是先谢谢那爸爸我吧啊！为了这桩事体啊，哼，我接近啊跑团。人家收他一窟窿嘞，爸爸，侬顶顶宝贝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搿只长途的我到处拉队啊，钞票吃不消了已经，哈哈哈。好，签证一有结果，我马上打电话拨侬啊。就搿能啊，乖囡，拜拜。拜拜。
准备很好。奶奶，找到方亮了。侬这个小姑娘，侬哪天不嘎搞个去？奶侬爸爸吓死他。要是不那妈晓得，还不能急死他。你刚刚没啥，我话说得好啊。哦。孩子。嗯，你想我这个怎么样？我了，老爸，你吃饭。刚刚哪里听到？搿种周围嘛，搞关系太复杂了。咋弄啊？阿嫂搿趟到美国去，是搞新事务领导去了。新事务是啥呀？哎呀，就是人家外头走啊，阿嫂公司里向个副总经理。真啊？哎，侬想，本上讲好去三个号头的，现在快一年了，这里向没问题啊？老嫂讲的。阿哥根本欺负老嫂子，搿种人心就算高了些了。老早伊把人家欺负，啥人要伊啊？也勿是阿哥老实。别个勿讲，我就担心多多了。多多现在住辣现在，上趟多多老脱，人家急吼啦吼冲到了屋里向来，我老早觉着搿里向就有问题。搿人家是蛮难撮计啊。特别是那是老头子，阿哥结婚的辰光，这天夜里向阿爸就讲了，阿哥他伤了个老头子手里向。阿爸嘛，就能噶一个孙子，我脾气急，我讲我阿哥也听不大进去，但是侬，可以跳开来讲，怪点子不一个啦。好呀。阿哥，容易，哎，你们跑到搿搭来，老高的，从那边来看看嘛。两点半，走走走，到外头去随便吃点啥物事伐？哎，奶奶，侬有事体啊？没啥事体，吃来吃。来只炒肉丝，炒肉丝，还有啥？铁板牛肉，铁板牛肉。哎，来只梅菜扣肉包，梅菜扣肉包。哎，来点酒吧，对了对了，来，来点来点，再来两瓶青岛啤酒。两瓶青岛啤酒了，好，喝了酒了。
最近阿嫂又寻来了。通过电话。信嘛，伊倒是写不了全家，倒连带了我。伊讲伊快回来了。侬最近耳朵边上没搞到啥个风？没，啥风？哎，侬听到的啥么？现在嘛，侬出国了，难讲。有交关事体，我听到蛮多。啊，侬是讲到阿嫂，不一个，才多少年纪了？再讲有个儿子还来不迟。嗯，侬不要听风就是雨。侬阿嫂是啥个人？别人家不清爽，侬还不清爽？要不然我哪能会跟伊结婚呢？以后，假使侬再听见搿种风言风语，侬帮伊解释解释，好伐？这个嘛当心，阿嫂在外头忙干活了。不过多多，侬要看牢啊。阿爸嘛顶欢喜多多了。老妹接电话。喂。这里向有笔业务，临时叫我到广州跑一趟，我明早一早就要飞回美国的，现在事体侪办好了，我要上交关辰光，我想回上海一趟，我看机会难得，我看看哪，我也看看多多嘛，我现在买好了来回的机票，嗯，大概下半日两点多送到上海。哎呀。侬哪能十来就来了呢？事先不打个招呼，现在不是侬回来的辰光呀。阿拉搭乔家人讲，现在正好搭多多飞到美国去探亲，去探亲。侬硬要回来了，还探啥亲啦？我闲话讲不响的呀。哎，现在是多多办签证的关键辰光，要是惊动了乔家的人啊，事体要坏掉的呀。爸爸不要紧啊，我不会得让伊来发觉的呀，我不会得去看小乔的。小乔不见当然可以咯，葛么多多侬总要见吧？这个小人多少灵巧啊，嘴巴多少快，用不着半个钟头，全世界侪会晓得的。啊，阿文啊，侬是听到爸爸一句闲话嘞？阿拉就是为着侬着想呀。那爸爸为侬侪安排好嘞，侬要搿么一来，阿拉勿是全家人去了吗？爸爸嘛没事体的呀，我只要看多多一眼就可以了。我到饺子外头去看好不啦？多多什么事，总会什么拐上他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
我看今朝机会实在是难得。好嘞，那不要讲了呀，我自家会得当心的、啊。嗯，我要上飞机了。哎，秀伟。哎，这个东西要讲侬看，想啥做啥，就是个脾气，有啥办法呢？你要话事体个呀。那么真的到机场去接弟弟了。侬看。叔叔家现在哪能了？老早好了，长发头里向好了快了些呀。一几点钟帮我了？早嘞，伊刚刚去上学呀，又不晓得侬今朝回来。哎，侬嘛，侬跑回到屋里去吧，不然邻舍隔壁看去就麻烦了。啊？我还到外地去了，我老早就预定好宾馆了。啥地方？好的，啥地方？家的酒店。好好好，搿三人上来去，别把人家回去碰个走。走吧，走走走。你寻什么领地？侬非开去不行。那，有没有正交过人的日脚嘞？是呀，天不快了，吃得消啊？叫我是困不着了。哼，侬么当然了，侬认识李龙王这玩意？哎，侬不知道。阿拉美国住的房子，这个住不住的？对呀。就是听要比得再多一眼。哎，听着吧，嗯，等咱们做事体办好以后，我那两个头到吃吃去，到美国去看看。这当然了，闺女啊，侬盯着我心想了，将来侬想办法东搞砸我卡，啊，让我高兴嘛，美国等等；不高兴嘛，上海跑跑，多少潇洒。哈我晓得了。哎，好好。妈啊，这孙妈呀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，你去试试看。爸爸，嗯，那啊，这个不弄啊，急匆匆回来，买啥礼品呢？哟，搿只打火机倒磕了个嘛啊？哎呦，对了，爸爸，现在养老法啦？嗯，哪？我这边有两封信。搿封是拨多多个邀请信。嗯。搿封是我的小孙辣辣美国的经济情况证明。嗯。到领事馆去的辰光侪有用。这个倒是要紧啊，啊，我放好啊。乖奶，等侬，等些天，我就跟俺妈两家头到多多个堂去，等伊放学。放学以后，搿事就拿伊打到宾馆来。
吃来。好的，哥。哎，好漂亮。啊，没好没好没好。哎，这漂亮，挺好。农民，寻个角度，寻个地方，不要被看见。侬仔仔细细的看看伊就可以了，侬就好放心了。侬千万勿要被看见哦，明白伐？勿可以啊，要坏事体啊。今朝是礼拜四，照例呢，小刘要进来吃饭的。我先打只电话叫伊晚点来，才讲阿拉带了多多出去白相来。我别讲今朝多多下边的课蛮多了，下课蛮晚的啦。我等不了噶许多不过。奶奶，我到学堂里向去。哎哎，侬忘记了？我又叫看看你。哎，侬忘记了？哎哎，东东同学，刘先生，刘科长，您认得侬吗？我忘记了。不是你，不是哪位啊？侬忘记了？哎呀，对爸爸闲话侬忘记的，知道吧？那不是那娘的闲话。侬忘不娘看见的呀？我还是被他看见的。侬哪晓得不为你？人家看见侬哪位？东东是去上班了。侬哪就不听闲话呢？对爸爸闲话呀侬？
认识乔多多吗？认识啊，他和我们一个班的，他正在打乒乓，你找他吗？嗯，那好啊，我帮你去找。现在有三个钟头辰光，好好的陪侬白相相。侬讲，侬想到何搭去，妈妈就陪侬到何搭去。爸爸去伐？嗯，今朝来不及喊爸爸了，就找妈妈陪侬去白相。去啥地方？侬想想看，平常辰光爸爸没带侬去过的地方。爸爸没带我去过的地方。你叫啥名字？叫啥名字啊？就是一座电视塔。妈妈走的辰光还没找好嘞，爸爸没带侬去过啊？嗯，爸爸讲门票50块，你没钞票。好，咱俩今朝就到东方明珠，是吧？到东方明珠。啊，是，到东方明珠去。
就这样啊。哦，我就这样。快点，我来不及了，帮帮忙。自从妈妈走了以后，就不来了。妈妈要拿祖祖接到美国去。嗯。是的。跟爸爸等了一道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侬欢喜妈妈还是欢喜爸爸？欢喜妈妈。嘿嘿。
能不能讲讲看，在那个世界上，妈妈究竟欢喜啥人？妈妈第一欢喜豆豆，第二欢喜爸爸。所以妈妈要先拿豆豆接到美国去。随后再把爸爸接到美国去，对吧？对的。牙膏子侬护照已经弄好了，过两日子呀，带侬到领事馆去办签证，到辰光豆豆就可以到美国去了，跟妈妈蹲在一道。妈妈在美国有房子，有汽车。我就回上海，你跟陆先生、林先生也讲，我去过美国了。嗯，豆子，侬现在是懂事体的大小人了，放心吧。嗯，妈妈这趟走来，就是来看看侬。可惜妈妈老急的，啥个么子也没带。可见了亲朋好友，妈妈没礼物送给人家，所以侬不好跟人家讲妈妈转来了，懂了吗？嗯，妈妈我懂。只能在那北京离开晚上就回国，他路上啥么子，让你亲送给人家，收获老多钞票。爸爸担心侬回国之后，用老多钞票买礼物送给人家嘞。妈还是放心，我再告诉人家。嗯，包括阿爷阿娘，还有阿嫂、娘娘、卢小阳伊拉，侪不好告诉。嗯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事后爸爸啥也不告诉。娘，你爸爸不好告诉。不说了。没啥。是搿能，多少？嗯，妈妈搿趟转来，还想你爸爸弄出国。侬不是讲了吗？妈妈第一欢喜祖祖，第二欢喜爸爸吗？妈妈这趟走来，爸爸办点手续，将来爸爸也好到美国去。但是现在阿拉不好，你很晓得。将来到了美国去以后，阿拉再给伊个惊喜。哦。等妈妈到来帮做个秘密，好吗？好啊。拉钩。拉钩上吊一百年，不许赖。左手右手哪